和我一起说中文。我是红色，你是蓝色。Okay. 你好。你好。好久不见，你最近在干嘛呢？没干什么，就在学习中文。我也是，没什么事情做，最近一直在家里面待着，然后看电视什么的。我也是。你是在这边上学还是上班啊？我在这边上学。哦，那你什么时候搬过来的？两年前吧。两年前啊，那你住了挺久了，你还习惯吗？还行，一开始不太习惯，后来就习惯了。那就好。你喜欢这边吗？挺喜欢，这里好多好吃的。你之前有没有来过中国啊？有啊，以前来旅游。啊，挺好的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OK, 拜拜。嗯。